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欢迎来到现场的专家和店主朋友们，欢迎你们。大家看到我们的屏幕左下角出现了可爱的互动小标，打开手机发现摇一摇，选择电视就可以参与互动，赢取好礼了。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你好。哎，主持人你好，你好。哎呀，专家老师好。你怎么称呼呢？店主好。我姓董，名权，叫董权，北京，我从来自北京。嗯，董先生您好，带来什么样的藏品呢？我今天呀，给大伙儿带来一个黄釉的碗。黄釉的碗？哎，黄釉可不是一般人用的。对，只有皇帝才能用黄釉的碗。对对对，就是皇帝用的。一看这个纸碗啊，我这心潮澎湃。为什么呢？它这个黄釉啊，它里边也有黄釉，外边也有黄釉，这说明什么呢？按照当时的这个制度啊，这是皇帝、皇后或者皇太后这一级别的才能用的里外全黄的黄釉碗。这个碗吧，是我在瑞典拍卖行拍前头几年在瑞典拍卖行拍来的，千里迢迢拍回来的。对，花了多少钱呢？这个保密点吧，先别说了，先别说了。您就说这是不是一个大价钱拍回来的？对，我拍回来以后吧，现在我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非要跟我把我收这个碗，收这个碗呢，现在我是有点焦虑。如果是价格高了吧，因为好朋友也不合适；如果价格低了吧，我又不合算。您已经决定要卖给他了，就是多少钱没考虑好。对，所以说我今天来呢，让专家老师给我评一评，给我个公道点价格啊，我也别赔了，他也别挣他的。翻译给我个公道的价格就行。现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价格，哎，我觉得啊，这个价格肯定也低不了。我们看一下藏友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0万，请专家辨价时针。我首先要给您介绍一下这个黄釉。在中国的五行学说里边，这个黄颜色呢是五行学说里边位主中央的位置，所以黄颜色对应的土是对应中间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观念，尤其历史上的帝王就有这个观念，说中国人呢，就是中国人我们站在的这块土地呢是宇宙中央的一块土地，那么天子呢是天宇授神权，然后来主持掌管这块土地的。所以这个黄釉瓷器从这个明代早期洪武时期就开始生产，一直延续，但是我们现在洪武时期的黄釉我们是没见过的，最早能见到宣德时期的啊。我看您这只碗呢保存的品相也不错啊，但是现在这个黄釉瓷器仿制水平非常厉害，就是即可乱真，拍卖行里边有些大拍卖行里边都有假货出来，所以黄釉瓷器收藏的是一个非常难的，颜色越简单鉴别起来越难啊，这是肯定的。那么经我审视这件碗呢，这是一件明朝啊嘉靖时期的焦黄釉公碗真品。请专家输入真品的估价。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我们暂时封存，接下来听听店主来自市场的意见。如果您朋友他想到市场上买卖的话，可能要花多少钱啊？对，哎，好，来听听。谢谢。这个我的那个心理价位是，店主的现场报价是50万元，有点略低，我们不太满意。那接下来我们就揭晓刚刚专家输入系统的估价，来看大屏幕，100万。
给的价格虽然藏有满意，但是比店主给出了翻了一番，是不是有点高了呢？这只碗我认识，对吧？他不认识我，记不住我了，但是我记住他了。是只名碗吗？他这个碗呢，出自那家拍卖行的一个瑞典收藏家的一个收藏集合，对，里边单色釉瓷器里边黄色的居多啊，他有一批黄釉瓷器，我买了三只。这只我没争过你，就是上一口就是我。当时你们两个人是同场竞拍的。对，所以就是非常有缘的一件事儿。嗯，我首先那您当时买的那几件都花了多少钱呢？有二十几万，有三十几万的，有五十几万的。您这折合人民币是多少钱呢？合着五十多万吧。和五十多万，您的当时说的这个二十三十五十也都是人民币的价格啊，折过来差不多。当然，我当时我是最想买这只碗，因为经济原因，前几只是前边卖的。最后边觉得没钱了，说少出一点。专家的策略有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那个收藏家还有一件东西，就在头一年的时候，在这个嘉德上拍卖出去了，卖给那个叫做那个冯伟瑜啊、女士，她是专收黄釉的收藏家，一个广东人，这次在嘉德也办了一次展览，所以那只碗呢，当时的成交价是150几万，也是嘉靖时期的，而且。比您这只呢还差一些，为什么呢？您这只的造型是宫碗造型，宫碗是宫里面特定碗的这个造型，非常漂亮，而且是宫碗从这个成化时期开始流行，那历朝历代这个宫碗就是造型的一个典范，碗的造型的典范，那么他那只还不是，是吧？您这只是，啊，另外您这个底下写这个大明嘉靖年制这个款式呢，如果把这个嘉和这个靖盖住。写成大明正德年制，就是前朝，款式是一模一样的，证明什么呢？证明这只嘉靖碗是嘉靖早期生产的，它的品质和正德时期的品质是一致的，就完全一样的。我们都知道黄釉是红制的最好，那么其次就是正德的，所以这只嘉靖的黄碗的质量已经能达到正德红制时期的质量，所以是非常棒的一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其实刚才专家的意思是，如果要是100万的话，我或者我的朋友都很愿意收藏它，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意思。那我们就要问问了，为什么专家那么大方，店主就小气了，才给一半的价格呢？我觉得专家是拿艺术角度和历史文化的价值来看这碗，我们是呢用市场这个判断这个碗的价格，你买完了是不是能挣着钱，这是最主要的。如果说你买贵了，说我花80万，那搁5年后或者3年后再卖了。如果我这个花50万，那我60万就可以出手，我可以那个资金回来快点。专家多少有点遗憾，当年竞拍的时候没有抢到，对对对对，所以这么老远的又遇到了，100万也可以收回来。我觉得不用再跟店主商量，直接问问专家100万收不收吧。但是这件东西是一件那个非常好的东西。那这样吧，100万卖专家，还是卖朋友吧，还是卖朋友。我因为我的朋友特别好，特别好一个朋友。哎，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如果您卖朋友的话，您打算给他出多少钱呢？看一下这仨数字，就还按80万吧。按80万、嗯，把这一期节目也让他好好的看一遍。啊，对对对，那肯定让他看的。相信他心里也该有个数、对，一些让他心里有也明白，本来这是100万的东西，我给您80万，对吧？对啊，我们能100万卖专家，以及这个有一些专门收这个藏友，80万卖给了你。朋友之间还有交情嘛，对吧？这交情真是珍贵，也恭喜您将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哎，好，谢谢。我看您拿了这么大的一个包裹，是不是拿了一件很大的宝贝过来鉴宝了呀？是，尺寸倒挺不小的。尺寸挺不小的，我们大家都挺好奇的，要不您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呗？哎呦，这幅画应该是有年头了，看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真品。要假如果是真品的话，这家伙有400年了。今天专门来就是想上咱们华山论剑节目的。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持人好。您怎么称呼呢？我叫刘翔，来自山东泰安。啊，山东泰安人。对，泰安就是在泰山脚下。对，泰山。今天可是来到了华山脚下的西安，有一种这个华山论剑的感觉，也都是高手啊。带来什么样的藏品呢？我带来的是爷爷传下来的一幅清代书画家厉宗案的一幅山水画。厉宗案也是名家了，那为什么没有装裱呢？哦，没有，这个是我记事的时候，就是在我爷爷家墙壁上挂的。挂着，这怎么挂呀？他也没有卷轴。中间弄的把装裱的那些给去了。原来不是标的大，98年的时候的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收藏爱好者，出了30万要从我爸爸手里头要买过去。爸爸当时候没有舍得卖，不想过了。30万都没卖。不想过了几天以后，这个东西就被他偷走了。我爸偷走了，不卖他就偷走了。从家里边偷走，我爸又报案，经过公安以后追回来，这个东西。自那以后的话就不敢再挂在墙上了，就真正的藏起来。近年来是爸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每年看病啊开销比较大，爸爸的意思是拿过来见见一下，看有个合适的价格的话可以出售了，补贴补贴家用。也是考虑要出售了。对。考虑出售的话，您接下来输入这个心理预期价格就非常重要了，输一个您觉得可以接受的价格。对，好。藏友的预期价格是80万，当时出30万没卖，觉得他输的低了。30万，那就20年前的事啊。请专家辨价是真，有请。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画家，啊，主要呢还是个，他的这个作用呢还是个宫廷画家，主要都是给乾隆皇帝服务的，啊，我们看，啊，外头流传的东西很少，啊，主要是啊给皇帝这个乾隆皇帝创作，大部分呢啊都藏在宫廷，啊，都藏在故宫。我们看这一件作品呢，从气息上看，第一眼我们就能马上判断一种古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老的东西，啊，我们看，另外从颜色上看，使用了传统的石青石绿的颜色，啊，画法上，从这个山石的画法，我们看也使用的是这个斧劈皴，不是使用的是劈麻皴，啊，这都是传统的文人画家最擅长使用的，另外。从树叶的夹叶树的画法啊，也是啊传统的画法。另外，从装裱形制上来看，也是老装老裱。所以，这位先生，东西很有希望了。那么，究竟是不是厉宗案的真迹呢？我们认为。这件作品是一件厉宗案的仿品。我们首先啊，从这个啊山石的画法上来判断。刚才我讲，它使用的是传统的劈麻皴，但是它的劈麻皴画的有些断断续续啊，不连贯。另外，山石、树木、人物的画法啊，也是不够精细。因为我们说厉宗案作为一个慈臣画家，作为一个宫廷画家，他主要服务于皇帝，而乾隆皇帝的欣赏习惯
是要画很工细的作品，这一件作品相对来说显得比较粗糙。张家老师，我想知道您判断大概在什么时候仿的？也是在清代。清代？哎，清代，清代中晚期啊，清代中晚期啊，比这个《立宗观》要晚一段时间。就这吧，反正是在我们家已经传了六七十年了，在我们家啊，一直是没有机会让专家来好好看看。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我们知道了，心里有数，回去好好标一下，哎，继续传的吧，反正是个好点的艺术品吧，至少是吧。很遗憾，感谢您的参与。没关系，好。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张海波，来自吉林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尊造像。什么造像呢？道教护法神。平时我们看见道教的护法神一般都是在这个什么三清观呀、太虚观呀、太极观呀这种道观里，而且个头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您这个好迷你啊。这个东西是那个我去年出差的时候在朋友家里发现的。我朋友的父母去世之后，家里房子也拆迁了，他这个东西他一直在家里摆设着没什么用啊，我去的时候正好碰巧，他就处理给我了。处理给你了？对对。那能不能透露当时花了多少钱呢？这个不方便透露。哼，就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接下来说一个你必须告诉我的，输入心理预期价格。也是一说吧，就暴露咱们存了多少私房钱了。我们来看一下藏友的心理预期价格，50000，当时花了上万了？接近上万，差不多少吧，跟我这个心理价钱。因为当时我朋友他父母那家里有人也比较收藏，那个人也比较懂，是吧？他，你这话是解释给我听的，还是解释给电视机前的夫人听的？电视机前夫人听的。夫人好，到底这件藏品怎么样呢？先请专家辩价。是一尊道教的护法神像，我们看这尊神像，他头戴宝光，方脸阔口，怒目圆睁，满脸胡须，神态威严，身穿甲胄，脚蹲银须，站在一个方形的座子之上。他的双手呢，他是在胸前啊，哎，做成了一个似乎是一个折旗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可是手上的这个呢，旗子大概是已经遗失了。那么这尊造像呢，它跟前不久我们北京东正拍卖的一个标明元代的道教水降护法十分相似。从这个造型上我们可以判断，它基本上是武当山真武大帝座下两大护法水火二将当中的水降造像。那么我们能确定它是一个道教的护法神像，但是这个神像它是什么时候的呢？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认为它就是明代的道教护法水将的真品。为什么断定它是明代的呢？因为在明代的，就是汉地的，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的那种造像当中，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做的这个工艺上比较粗犷，而且我们汉地的那种七金彩绘，它剥落了以后形成的那种黑色的皮壳，这个是明代造像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因此我们判定它是一件明代的真品。谢谢。
明代的真品，感觉它这个价格蹭蹭的就往上涨。对对，一听到真品，就感觉价格一下就上了。哎，能上多少呢？请专家输入估价。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我们谜底稍后揭晓。之前我们节目来过这个明代的造像，大概都是大几万、十几万这样的价格，是要高于五万的。但是就您这件藏品来说，跟店主交流一下，好吧？好的。是明代的，能值五万块吗？这件藏品还是不错的，五万块应该是有了。但是我要提醒广大收藏爱好者，它不是主尊的造像，它是主尊旁边的这个护法。来看一下输入的报价吧，六万，比我们的心理预期价格高了一点儿。还有没有其他店主要出价呢？在市场上来讲是这样式的，因为这几年吧，佛教的这个用品呢，蹭蹭蹭的都上来了。道教的呢？道教呢反而没有那么火热。你要收藏的话呀，就把那一系列的尽可能的把它弄全喽。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套完整的东西，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对，这个才是收藏的乐趣，不要抱着一尊东西死死的守着。就这么一尊，您有吗？我没有，所以我一会儿跟他谈买一买的事儿。哎，输入一个您诚心想买的价格，看一下店主给出的想买的报价，5.5万。你根本就不想买，你越给越低了。前面是报价，我这是真真的谈价的感觉。这个真买价是贬。哎，哎，刚才您出6万，您是能买吗？这个价格也可以啊。现在揭晓专家估价，来，10万。为什么给一个10万元的价格呢？因为像明代的这尊道教的这种道教的这种护法神像，像这种水火二将，其实这种水将在民间也称之为掌旗护法，它可能更像是六丁六甲哼哈二将啊，能够找到跟它类似的，能够集成一组，那么它的经济价值也好，文化价值也好，都能够得到大大的提升。谢谢专家。给出了超过2倍的心理预期的价格，恭喜您，还将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谢谢谢谢。您好，大哥，您从哪来的呀？我来自河北冀州。河北的啊，河北冀州。哎，您今儿带了什么宝贝？就是来鉴宝了，就是来了一个汤盆。那给我们拿出来看看吧，方便吗？方便。行，来拿出来，我们大家伙儿一块看看。哦，哎，我说实话，我见过那种青花瓷的，啊，对对对，蓝色的，啊，红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啊，这是喜庆盆。喜庆盆是吗？喜庆盆，喜庆盆，喜庆盆。嗯，喜庆盆。那您怎么得来的呀？这是我前几年吧，2000年在法国做厨师打工，那我的房东家里看见的。真的是吗？待会儿觉得我看看底下有款吗？没有，没有款。啊，要有款就6000，根本就还买不到。我想上华山论剑。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你好。哎，先生好。你怎么称呼呢？张家老师好，各位店主好，我叫殷广新，来自河北冀州。您这是准备待会儿这个录完节目直接就去机场啊？不不不不，来不及了，这都办小了，明天再走了。那这么大的一件藏品不好拿，在包里装着呢。大家可能没看到，刚刚我们这行李箱里装满了各种的毛巾和围巾，啊，是为了保护它是吗？对对对对对。一件非常漂亮的这个大盆啊，大盆大盆。矾红彩的。啊，矾红彩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前几年吧，在法国打工的时候，我在法国做厨师做工了4年。这件东西是我给人家房东送房租的时候，有一次赶上人家正好吃完饭，哎，在餐桌上我发现这件瓷器的，我一看红色挺喜庆，我多看了一眼。这个吃饭呢？这个汤盆了。哦，汤盆，人家刚吃完饭，我发现一个是红色挺喜庆，再是有汉字儿。汉字就是中国字儿，我一看这就是中国的东西，中国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自己家的东西，我就信了心了，我就愿意把它掏到手里。私下里沟通，反正协商了三四回，最后以6000欧元买下来的。六千欧元。您在这个法国做厨师一个月挣多少钱呢？2000多一点。两千多一点，就是咱们三个月的收入。三个月的收入。买回来之后，这个家人怎么说呢？我瞒着家里人说，我不说，那一说不该气嘛，是吧？给这一件喜欢的藏品输入一个心理预期价格。啊，行行行。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位是10万元，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我觉得应该是明末清初的。明末清初。对对对对。是不是呢？首先请专家辩价。网友说他这件器物是明末清初啊，那么我们说这种矾红彩呢，出现的确实是在明代的末期，嘉庆、万历这时候出现这个矾红彩，那么一直到清代都在有这种矾红彩。那么这件器物呢，我们看它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福寿莲花。那么这个是器物呢，就给我们的寓意很好啊，福寿连绵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后面呢，他画的是竹子啊，三个竹子，因为它后边没有款式，我们看到它这是一种民窑器物。那民窑器物，我们说这个脸盆的出现，像这种带板沿的脸盆的出现的造型，从什么时代开始，你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时代的标准，你才知道你这件东西到底是什么年代。所以我觉得藏友在大家在收藏当中一定要切记这个图案的出现，装饰花纹的出现，另外一个造型的出现，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年代。我们说在清代的矾红彩，它一定红中闪微微闪黄的颜色。那么我们在民国，我们 越往后光绪，但是红的不闪这个微黄。所以我们说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变迁。但是我们在康熙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乾隆的时候，我们的矾红彩是沉稳的，颜色要比它深厚的多。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不同时代这个矾红彩一个特点，不是你光光知道这矾红彩从什么开始就认为我它是一个清代的早期了。这个我们为什么做这个电视节目呢？我就希望我们的藏友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收藏更好的东西，在收藏当中得到快乐。所以我看了这件盆呢，我认为这件东西是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的器物。我们说这是一件民窑。请专家输入估价。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我们暂时封存。接下来到了店主现场报价的时刻了，我们来听一听。这种东西啊，商彩的比较多，它这个折颜盆啊，它经过使用，里边会有商彩，但是这个呢，彩面上还可以。我个人的这个价格是，店主输入的报价是3万。比我们的心理预期价格少了很多。还有其他店主要出价吗？毕竟现在清代中晚期离现在有100好几十年啊，保存的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我按照这个市场行情给你一个价格。店主团给出的第二个报价是3万，不满意。满意，多点少点无所谓，反正是老东西就行了。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专家刚刚输入系统的估价，我们来揭晓答案。3万。海选的时候是您到我这儿来的，我给您征集来的，我肯定您这是真的。哦，对对对对。但是就在您前后也有一位侨居在法国的一个女士拿来了7件全军覆没。所以呢，您虽然比国内的价钱买贵了一点儿，
但是你买对了，而是买的品相很好啊，将来还会升值，把那个价钱找回来。我们常说只要是真的就不算交学费。对对对对，怎么都比赝品强吧，是吧？嗯，是吧？还是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颁发的真品证书。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好，你怎么称呼呢？啊，我来自陕西，我叫马小斌。嗯，我这么看你啊，我觉得就像你抱着一块砖头就上来一样。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我这是一尊佛像。嗯啊，这么小的佛像呀，我们看一下，它雕塑的是什么呢？嗯，它这个是一个这个立尊佛像，这是我从一个外国人夫妇手里买的，因为我是在上海做房地产销售的嘛，客户里边呢就是老外啊都比较多，然后都是一些高端客户。这个呢是一对老年夫妻，他们就不像咱们中国人一样，就是把这个好东西啊要当传家宝一样，因为他们就怕年轻人把这个糟蹋了。嗯，就是我就感觉这是很不错的一些东西。确实啊，有很多老外夫妇啊，他们不太讲究给孩子留很多的遗产，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这个大部分的资产捐了，像什么比尔盖茨啊，就基本上把他的收入都捐了已经。对，因为文化的差异嘛。嗯，那您当时就找他们买了，花了多少钱呢？嗯，当时是28万。28万呢？对。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呢？因为我感觉他这个东西是就是造型也好，做工各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您了解佛像吗？嗯，略有了解，因为我平时我也是比较喜欢咱们传统文化，对这佛教文化是尤其喜欢。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咱们中国的佛像。是，因为佛教啊，本身它就是发源于印度嘛，这就是应该是北印度的这个当时的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多好呢？待会儿让专家来说，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他的心理期待，请输入心理预期价格。藏友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8万元人民币，觉得他能够回本就行，因为已经很喜欢他，通过他得到了很好的这个精神享受了已经。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创业嘛，创业遇到了一些经济困扰，我只是保本就行。好，首先请专家辨价是真。一般年代都比较早，啊，不是一般的，早期的你像西藏供奉的好些这类的佛，都是从北印度尼泊尔过来的啊，因为这个时期的佛的特征呢，第一使用的铜质是黄铜。因为它跟咱们这边不一样，咱们早期的佛都使用的一般都是青铜，它这个使用的都是精炼的黄铜，也叫吉祥铜，啊，造型呢跟咱们这边传统的就是造型不太一样，它呢这个比较注重这个人物的细节，你像这件藏品，人物做的非常完美，小图放大也非常完美，人物的身上肌肉感非常完美，啊，这件藏品呢，您一直心里没底是吧？是是。啊，因为没底，所以我今天就想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我这么看的背后呢好像有点凶，就是这个几个特点呢，一个是这人物造型这个特点，还有这个连的这个火焰背光，就这个三个圈，再加上它这个就是背光和这个造像的支点，这都是这个时期的典型特点，这个就是一般的在外面很少见到类似这样的佛啊。铜质是黄铜，这件藏品呢恭喜你买对了，是真品。对，接下来请专家输入估价。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我们暂时封存。刚才藏友也说了，要用这笔钱来创业，到底能不能当老板呢？就要看我们店主的现场报价了。来，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这位朋友，你这尊佛造像吧，菩萨造像，还是很不错的。用这个古玩行的话说，开门。就是一眼老，
没问题的啊。请叔叔报价。看一下店主的报价是30万元人民币，对他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在就来揭晓刚才专家输入的估价，来，150万元人民币。好，平时啊，专家的估价往往是比店主给出的价格要低的，今天怎么高了这么多倍呢？因为这类佛以前大家伙忽略不认识，这几年呢随着艺术品的就是走下坡路走滑坡，刚才那个店主也说了，有炒作的嫌疑也好，佛教就是这个造像这两年就是突然的爆发了，价格非常高。就像类似这样的佛，今天在保利拍卖了一个，香港保利拍卖了一个，是好像是个文书，拍了是177万，就是刚拍完停车记录啊。所以类似这样的佛，现在这因为这属于是藏传佛教系列的，属于密宗系列的，大家伙比较追捧啊，所以市场现在对这个是一个追捧的事，所以这个价格给估一个就是比较适合的价格，150万左右。就它这个价值判断来说，什么样的是它的稀有程度，还是什么支撑着它这么高的价格呢？第一，稀有程度；第二，它是原藏原封啊，没有动过手的，一般东西这个非常少见。咱们现在就是唐宋的这个佛像，也价格非常贵，非常难得，因为这是佛教早期的作品，代表一个时期的风格。因为专家和店主给出的落差很大，我们一直在激烈的讨论，但是旁边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灿烂的微笑，笑开了花。不管怎么着，咱们是买赚了，还赚了不少，恭喜您，藏品是真的，将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颁发的真品证书。好，谢谢，恭喜。好，谢谢。我打扰一下，你们二位这是互相 PK 呢，还是一伙的呀？是互相认识的吗？我们两个是一伙的，是朋友是吧？我看啊，就是大家都是把自己的宝贝藏得特别好，你们就这么直接大大方方的露出来，我觉得挺新奇的样子，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就他们大家伙都看看，欣赏欣赏。对，让大家伙都看看。就他们见识见识。您这是从哪儿得来的呀？这是祖传的。祖传的。你看我抱着，也是。也是祖传的。抱着特别像抱孩子似的，是吗？你那个假的，这个字儿不行，字儿不行。对，是真的。你看您这朋友啊，自个儿的艺术好，人就说啊，你的说的对，他的不是我的好。对，你们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要翻啊，这是。那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专家到底怎么说，好不好？怎么说？对，来专家鉴定。我们来自山东，我们要上华山论剑。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主持人好。你好，怎么称呼呢？连贵姓王。王先生来自哪儿呢？来自山东潍坊。山东潍坊。哎，之前节目中来过一对儿，是帽顶放帽子的。哎，我也有一对儿，那个在家里没拿来，没带来。拿两个不方便。拿两个不方便，得带了一个来的。哦，是一对。真的是，像我们想要一个都很难，您就有一对儿。哎，一对儿我就拿着方便嘛，我就拿了一个来。哎，您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呢？这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年代的，但是它上款式是乾隆年间的。它有款儿。有款儿。来，我们看一下。乾隆年制。来，把它轻轻的放下啊。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乾隆年制的呢？这是一个祖传的，家里老人说是个宝好东西，我们不懂吧，我就带来叫专家给你看看。那您有上网搜过他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吗？还没有。没有搜，那就输入一个咱们认可的心理预期价格。来，看一下藏友的心理预期价格，6万元，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一个。如果一对儿的话，它价格应该要超过12万了。首先就拿这个，请专家辨价是真。来。石宝人啊，你知道这件器物的名称叫什么吗？我们的家他们说是叫个玳瑁，也就是玳瑁，他们说也就是说是叫个帽架啊。帽架。哎，也就叫帽托，反正我们也搞不清啊。
这个说的还有点靠谱，确实这是一间掐丝珐琅的一个官帽架。那么掐丝珐琅这种器物呢，经过了元明到清代乾隆时期啊，可以说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的这个制作的，达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就什么高度呢？无论是品种、它的质量啊、它的制作工艺，都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乾隆时期的这一类的掐丝珐琅呢，基本上都是清代宫廷珐琅座制造的，跟民间无关，全都是皇家用器。乾隆的掐丝珐琅器它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是双线，这个双丝啊，田釉掐丝珐琅这样的一些花卉。那么这件呢，我们一眼看去确实它是一个天然釉的一个地址，上面呢是双丝掐丝缠枝莲花纹的这样一种装饰，底座的肩部呢有一圈如意的云纹，底下呢确实也有乾隆年制四字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图章款。这件东西是不是如它的底部所写的乾隆年制的一件真品呢？我认为这是一件现代仿品。为什么说它是现代仿品呢？乾隆年间的时候，既然它的掐丝珐琅的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顶尖的高度，那么它就有几个特点。第一，它的釉色非常纯正，打磨非常精细，它的掐丝非常匀称，掐丝的图案流畅生动，而且上面要有鎏金，鎏金非常肥厚，金碧辉煌，整体的它的感觉手头也是非常厚重的。那么我刚才猛一看，你拿上来很漂亮，还确实有点像乾隆时期的东西，但是我仔细一看，我就发现它的这个双钩填丝啊，上面的填彩非常的乱，几乎都是混在一起的，无论它的蓝彩还是绿彩还是它的红彩，它的这个花卉上面的这些分叉填得非常的乱。再一个呢，它上面中间做的这个金色的雕刻的这个缠枝莲雕得非常粗糙，整体上面也没有鎏金的痕迹。也就是这样了，这个是这样的，回去别人当白姐看吧。很遗憾，感谢您的参与。这也就是知道这个藏品真品的价值了，也知道它是什么器物了。弄明白了，弄明白了，哎，对，弄明白了。感谢您的参与。好。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你怎么称呼呢？我叫高畅，来自河北秦皇岛。嗯，秦皇岛的。嗯。带来一件什么藏品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粉彩那个纹盘。一件非常小巧漂亮的粉彩盘，因为它的品种就限定了它的年代。是，我这个是怎么来历呢？我跟我一个朋友在一个古玩城淘的。古玩城买的。嗯。花了多少钱呢？嗯，钱不太多，3万多块钱。它底下这个款啊非常有意思，大清宣统年制，宣统皇帝就是溥仪，我们都知道。哦。他在位的时间是1909年到1912年，只有短短的3年时间，跟康熙在位61年不一样。他生产了很多的康熙瓷器，但是宣统的瓷器非常的有限，市场上少。对对。输入您的心理预期价格。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50万。我们拿这儿来
我就想让专家给鉴定鉴定，因为在我们家摆着，人都说这个，你收这么一个小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嘛。要证明给他们看，啊、这是好东西。对，我拿着让专家给鉴定一下，看看我这个是不是好东西。来，辨假识真，有请。后面写了一个大清宣统年制，这是末代王朝，他的执政年限不满三年，在宣统二年的时候烧过一次官窑，由于烧造的时间短，产量也比较少，所以传世的东西呢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你别看它少，它的质量呢高于前两朝，就是高于同治和光绪。那么我们下面看看它具体的艺术成就是怎么样。我们先看盘心部分是淡黄绿色的宝相画，那么周围呢是八宝，佛家八宝是佛家的装饰品，就是绫罗伞盖、花冠鱼肠，各有它的意思。我们再看背面，三组的缠枝花卉，有缠枝牡丹、缠枝菊花、缠枝莲花。那么中间呢是大清宣统年制六字两行的青花款，大概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经过我判断以后，它就是大清宣统年制的粉彩八宝丸官窑盘。我的鉴定特点呢，就是凡是古彩，我们要看用料，看它的画工，画工精细，用料的发色非常的鲜艳，而且火气都没有了。特别是鉴定宣统的官窑，有一个最重要的要领，就是看它的款儿。款儿是六字写的，非常规规矩矩，笔法圆润有力，青花发色沉稳，而且鲜亮，没有晕散的情况。就这一个优点，我就可以断定它是真品无疑。请专家输入估价。好的。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我们暂时封存，接下来听听店主的意见。50万可以达到吗？清代啊，只有两个朝代的瓷器少，一是咸丰，二是那个宣统的东西。我个人的那个价格是，我们来看一下店主给出的报价，65万。还有其他店主要给出报价吗？我觉得也就是5-6万块钱吧，这一只的话啊。嗯。店主给出的第二个报价是50000，店主的意见比较一致。那刚才专家输入的估价是多少呢？现在来揭晓，8万。我的估价依据呢，就是它非常品相好，保存的好。一点脱彩都没有，如果是同样的纹饰，是光绪同治的话，大概应该在5-6万，因为它是宣统，以稀为贵，应该在8万，因为见的还是比较少的。我这个价钱，我认为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还是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他提供的真品证书。嗯，好，谢谢谢谢，恭喜，谢谢。嗯。我看您好像还把自己的宝物绣得挺高啊，就这么端着。对对对对对对。您这是什么东西啊？让大家伙儿也就瞧瞧。这个是大明宣德炉。嗯。啊，宝贝啊。你怎么得来的？宝贝。国外带的。国外带的。国外拿回来。当时怎么就觉得它一定是真的呢？啊，我这个眼光是不错的。您眼光。嗯，对对对。那您知道就是上面，哎，这个都什么什么有什么讲究吗？啊。这个
这应该是象，大象的造型。象鼻。这一块呢？这个是山竹。嗯。山竹象鼻，这边我是这个四月份来过的，今年四月份，这一次是第二次了。哎，我100%有这信心能上华山论剑。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呢？姓卢。啊、大家好。您来自哪儿呢？我来自浙江。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我这个藏品呢，是10年前在这个缅甸呢一个朋友那里呢拿过来的。但是去缅甸不是都是买翡翠去了吗？不是、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家里看到这个东西，对，我就把它买过来了。在缅甸的朋友家里看到的。对，我们研究一下。看起来像是一个香炉。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香炉底下有"大明宣德年制"的款儿，我一看这6个字对对，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也当时心情也是跟你一样的，因为国内的仿品太多了。看见这个六个字，对，我对我这个藏品我很有的信心。很有信心。有信心。但是您知道，就是它的这个形制啊，不是宣德炉那个传统的那个圆润的那个形状，对，它是有点像一个特别的，有点像一个杯子。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种形状的炉，对不？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是查过很多资料，都是没有的。都是没有的。都是没有。那你还敢买？第一次，对不对？珍贵嘛。其实查过很多资料都没有的话，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它是稀世珍品，像您说的。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对。那您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它呢？人民币大概是30来万吧。30来万。能买一块不错的翡翠了，在缅甸。值。值。只要是真就是值。如果专家说它是假的，您还喜欢这件藏品吗？无所谓，无所谓，还是喜欢。好。还是喜欢。非常的有信心。嗯。那首先就请您输入心理预期价格。好嘞。我们看看藏友的心理预期价格，100万元人民币。咱不是30多万买的吗？对，我在我心里我指的是值啊，觉得它是稀世珍宝。对。哎，我们首先请专家辨价是真。它长得像一个杯子，啊，这个炉子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的，这个名称叫什么呢？在宣德炉谱当中，有这么一款炉子，它的名字叫连珠法盏炉。那么这个法盏炉呢，是道家施法时所用的法器。这种炉型呢，它主要是仿制元代苏府窑瓷器的款式。那么宣德皇帝当年做这款炉子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御赐给天下的道观所用的。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宣德炉，真的宣德炉，宣德3年做的那批炉，在今天这个年代里肯定是终极无处寻找了，肯定是找不到了。那么其后呢，历朝历代我们都知道都有仿宣德炉的作品，包括现代，咱们苏州，你是浙江人是吧？咱们隔壁的苏州就专门有一个叫所谓的叫陈巧生，他专门就仿这种宣炉，他也一直在做这种炉子。那么现代的炉子呢，肯定没有是古代仿制的那种炉子价值高了，对吧？我们这个炉子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历朝历代都仿，但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仿的呢？是以前仿的呢，还是现在仿的呢？我个人以为这个炉子应该是清早期雍正时期仿制的一个铜像炉。我们看这个炉型，
它的器型比较小巧，比较精致，确实整个炉形是敞口仰中的那种造型，底下有三个非常漂亮的象足耳，整个看上去视觉上非常有张力。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款，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非常规整，笔道遒劲，很规矩，很有劲，很有官气的那种感觉。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这种做法呢，一定不是一般的啊，那种说小作坊啊什么的，它一定是世人定制才会做出这样精致的这个炉子来，是老仿的，也算是真品。那请专家输入估价。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我们暂时封存，接下来听听店主团的现场报价。我觉得这个炉子目前的市场价格呢，大概是这个，我给你一个价格吧，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店主输入的报价是50,000人民币，比我们心理预期这100万也差了太多。一般红家的东西都是非常规矩，非常规矩的，不是这看着哎四不像的东西。您这话听得我们这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得了，您用报价说话吧，好吗？来，请输入报价，20,000人民币。你们怎么都这么抠啊？它真的市场上就有那么多吗？一箱一箱的。对啊，因为这个我店里找出来，找来找去都能找十几个。不一定一样的啊，不一定一模一样的，但也是所有清风宣德的。也别着急，咱们先看一下专家的估价，专家最权威，咱们还有一丝的希望。来，现在揭晓专家估价，50,000人民币。为什么呢？那么像这种炉子呢，它是做的有一点过于就是稍微要轻薄一些，另外呢就是花色上它是显得有一点这个叫精美有余啊，这个叫稳重不足，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真的特别喜欢宣德炉的话，多研究多了解它的知识，以后还能买到真的，但是不会买的这么贵了。对，好吧。对，恭喜您还是能够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好的，谢谢你，感谢你的参与。节目进行到现在，本场的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现场的专家和店主朋友们的精彩分享，感谢你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我们下周见，再见。